得了，开始今天的采购。啊哈，这里面是小的棒棒糖，算了，不要了。走了。给你出一道幼儿园小朋友很轻松解出来的题哈，啥题？小猪佩奇跟我说，我后面有四个人，前面也有四个人，请问这个队伍一共有几个人呢？九个人啊。小猪佩奇不是人。小猪佩奇本来不就不是人吗？你玩我？不是人啊，错吗？臭小子，臭小子，没有错吗？走了，看啥呢？买了几个猪腰，好吃不？我不吃。好吃的。你要吃啥，儿子？这个我有个问题，这个海带结它是长出来自己打的结还是？当然不是自己打，人工打的，傻儿子。好了，下一个要吃鱼虾，都活了吧？哎，这个活。哎呀，这个。对吧？哎呦，这个是。嘿。啊，这个会动。好，够了，够不够？够。好，可以了。油爆虾够不够了？好，油爆虾，给你来一盘油爆虾。儿子，我的车呢？给爷爷拿箱生蚝吧，爷爷爱吃生蚝。还挺便宜的，30块钱一箱。那里还有16.8块的，16.8的怕不新鲜了。好，拿一箱啊，放好。压了你的腰子。谁的腰子？你的腰子，臭小子，拿起来放这儿。哎，好嘞，走。这个奶奶做的好吃是不是？拿个袋子儿子，看这大个儿的好。你为啥爱吃这东西啊？嗯，就是喜欢吃。你要不要吃鱿鱼啊？小鱿鱼要不要？小鱿鱼啊，就是这个。好，就是这个啊。喜欢这个就咱就来这个，拿袋装装上。三个够吗？再来一个吧，儿子。来四个，感觉这个很粗壮嘛，好不好？牛排软了，牛排，好，这个大，8.8，好，称一下，买点我爱吃的水果吧，我这萝卜都当水果吃了，这价格是两个价格吗？这怎么还有？啊，这种是精致一点的，要带一轮的，萝卜不好，今天的萝卜，算了，拿点大个的，茄子可以，今天拿点茄子吧，好久没吃茄子了。什么便宜？人参，不算这么。元宵。人参这么粗的。啊，我们那不是一大堆吗？你忘了？啊、看我们家那个，我们家那萝卜身子比他那个大。走了。嗯，这玩意儿消极了。啊、哦，萝卜身子走。送你的。什么玩意儿？板栗南瓜，回去蒸一下，看是不是板栗。快来，宝贝。我估计这应该是你的挚爱吧，拿着手别沾手，拿手去抓去。他这整的容易洒，啊，是不是？嗯。太满了，够不够？够了。够了吧？嗯。拿去，来，我们看有没有豆腐，买点豆腐。爸爸这两天就想吃豆腐，还有豆浆，你看。马上豆腐挺贵的，5块钱啊！来，来两块，老豆腐味应该是。来，别动，放到上面啊。现装也来一袋。走了，儿子，等会儿别动，买个火锅底料，这个名扬的好吃。奶奶说火锅底料没有了，哇，又买了一车。今天没买啥东西，还是买一车。意大利面。啥玩意儿？意大利面。行，要吃，爸给你做炸卤面呗。嗯，不是。要放啥料的？黑椒。黑椒汁啊？那早点我们有现成的黑椒汁啊，嗯、拿着走。把这个面便宜了9.9块，早几包儿子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再走车装不下了，快走了。爱吃脚尖就拿脚尖哈，那个不要，骨头太多了。这个吃是带脚尖的好吃，你知道吧？爸爸吃都是吃带脚尖的。来一个鸭腿是吧？嗯。好的。过来，你的鸭腿好了，拿着。你出去就要吃吗？现在就可以吃是吧？可以吃。啊。那你一会儿出去就可以吃了哈。547，儿子，我们今天都猜错了，买的太多了，多点多吃嘛，快点，儿子，来卸车，哎，我去卸车啊，捧个网吗？拎呢，捧哪儿去啊？就捧那个灶台旁边的桌子上，然后我们的分割，来放这儿，这是你爷爷的生蚝，蜀山生蚝，你把那个面装到那个袋子里吗？
那袋子里啊。哎，对啊，等会儿就直接让它放好就完了。好嘞。干嘛呢？拿那么大萝卜？大不大？妈，那太大了。我不爱吃水果，但是萝卜爱吃。冬吃萝卜，夏吃姜，不用大夫开药方。不就那么生吃吗？刺身这叫。萝卜刺身。头小，头太大，拿皮削掉吗？皮得厚点削着。为啥呀？不好吃呗，口感不好。小个头一扒就下来了。啊，还能扒下来吗？啊。哎呀，还真是，老太太说的也是有那么一点道理啊，但是不好扒，削吧。我妈是怕我把皮削多了浪费。她一干啥我都知道，我是宁削多不错过。这么大个萝卜呢，还吃多些？削多了。怎样，儿子？是不是？来一口，你尝尝，儿子。好了，儿子，来，快点。不要。我先示范一下来。嗯，我吃，比其他水果都好吃。这个季节白萝卜很水呢。